随后耶稣催门徒上船，叫因先渡到乌的对面岸，伊要救散众人。听候众人拢离开，伊就家己一个上山来去祈祷，伫遐一直听候到暗时。迄时门徒的船已经离岸真远，拄到逆风，全身服用，弄到摇来摇去。天要光的时，耶稣对水面行门徒遐去。门徒看见有人伫湖面顶面行，就拢非常的惊，讲是鬼啊！因惊阁大声叫，耶稣随时甲因讲：放心吧，是我，毋免惊。彼得讲：主啊，如果真正是你，就叫我对水面行去你遐嘛。耶稣讲：好，你来啊。对安尼，彼得就对船顶落去，行伫湖面，要去到耶稣遐。伊看到风浪真大，就开始起惊，身躯就开始沉落去，就大声喊：主啊，救我！耶稣随时伸手甲伊牵，讲：你的信心伤小啦，啥事要怀疑？因上了船，风浪就平静。船顶的人拢敬拜伊，讲：你真正是上帝子。